我们要开阔心胸啊，把爱呢，爱的种子殷勤的撒播在任何一个角落，像非洲啦，今年非洲呢一共也有超过了10573人来参与我们的浴佛节哦。在雷迪斯密斯呢，因为我们呢在那里盖了7个小学，同时也有1个幼稚园啦，所以今年孩子们呐、老师家长呢都一起来哦，来了解呢佛陀的爱的大道理呀、所以他们也有这么多人呐、来浴佛哦，都很有次序哦，这是在雷迪斯密斯。那还有南非，光是南非啊，就有5189人哈、但他们呢，要开始是多么辛苦啊！所有的资源都没有，真的是没有资源呐、他们都是以客难式的啊，看用这个回收的、废弃掉的木板呐、那他们呢就是这样拼拼装装的哈、就这样把它呢钉好了，这样的庄严的浴佛台哈、真正是嘛真不简单呐、里面呢有一位啊，他是拿了拐杖哈、那少了一只脚，他是一位单亲妈妈。这个单亲妈妈呢，她要养育5个孩子啊，生活之苦啊，慈济人一路的照顾过来，同时呢辅导她，就是呢还有双手是健康，虽然呢少了一只脚，可是呢也可以呢双手可以去帮助别人。她呢浴佛他的心得就是说，要来感恩呐、感恩呐、佛恩哈、佛陀哈、那因为这个佛教啊，佛陀来人间呐、那他的道理呢，也能教义，他受教了很多啦。同时呢，他要感恩慈济，因为慈济人呐、陪伴着他。走过了这样的人生坎坷路，所以因为安这样子，所以他呢也来这个浴佛啊，还有呢就是赖索托啊，也很感人啊。赖索托的那一场呢，本来他们预计要10000人，看他们很慎重来考虑开会啊，10000人要集合在一起，一定呢要有交通工具。那交通工具要怎么来呀、这种花费呢太大了，赖索托呢都也是很穷啊，所以呢大家的考虑啦，决定让代表性的人来就好，不要呢集中到10000人。后来呢就是到2600人，2600人也很多耶，所以啊在这个2600人的集中在一起，那举行浴佛，那有2位老师来学习呢做司仪哦，浴佛处野花香，祝福吉祥，野花香，祝福吉祥。他们呢也是这样的虔诚学习呀、很用心在学习。那在那一天呢、
奈索托的副总理也一起来啊，同样呢跟大家一起来礼佛主。这一位副总理呢，他很开心啊，他也跟大家说他很快乐，看到了慈济人带进了这样的祥和，他愿意投入慈济当志工。每个人都特别送皮嘞，给特别送牌，不卡美丽，把车位坐那坐一坐，莫那不买几尼吧。这是副总理哈、哦、对慈济的肯定啊。其实但里面呢，很令人感动啊。我们这几年来呢，帮助他们，他们很感恩呐、啊。他们也在回馈，几个月前不是吗？他们从收成的也都拨了一些一些，每一个人拨一些呢，也捐出了1000公斤哦，给了慈济呢，在救济更穷困人。所以不分宗教，不分种族哦，这么穷困的地方啊，那整个非洲呢，超过了10000多人，以佛各个不同的地点哦，里面都有很多呢感人的故事啊。过去呢，很难见到的这样的画面哦，那今年呢，更大家的心呢更和和。互写在一起，那从政府官员啊，从小小学幼教孩子啊，都有哈、哦，这种爱的能量真的是很令人感动啊。还有意大利哈、哦，因为它一波的地震大灾难过，欧洲的慈济人呢？这样的投入啊，几次去安抚他们的心，所以呢，当地的市长都很感恩，也很感动啊。今年是第一次义佛，啊，这一次的义佛呢，也非常的盛况哦。现在他们呢是很热，外面呢。30多度了，但是在帐篷底下呢更闷呐、啊。可是呢，他们还是所志不动，很令人感动。看到副市长、神父呢，都来表达哈、哦，他们从地震过后啦，那破坏的那么大哦，这。所以还有很多人呐、啊、还在事业中，哦啊，但是呢，他所感恩的是慈济人呢投入了，安定了他们的心，这是副市长呢的表达，感恩慈济打从内心啊，他很感恩哈、哦。那我们的范基是德国人呐、啊。是慈济人他们夫妻呢这样的来来回回那样的关心啊，欧洲的慈济人联盟呢这样的关怀，这都是意大利的政府呢对慈济的感恩。他说安住了他们的心，这是他们感恩的。还有中美洲也是一样啊，中美洲是天主教的国度哈，在阿根廷啊、玻利维亚、瓜地马拉呢，他们呢都是这样的哈，还用虔诚的爱心啊，那样的尊重心来做义佛典礼，不管是在室内，不管是在户外的，小的、大的哈，都是同样一片诚恳的爱心，那样的尊重心，看来都是很感动的。Nos alegra mucho estar con ustedes. Admiramos de verdad su cultura y todo lo que han hecho.
usan su acción de gracias. Nos gusta también la sencillez y la acogida que tiene. 不同宗教、不同国界，大家呢共同一念心，为宇宙大觉者的诞生日，共同啊起尊敬心啊，互相宗教的互相尊敬，来参与我们的浴佛节。 那这种浴佛啊，非常的祥和，和和互协就没有做不到的事。